是2019年12月19号，我们从小就听说过上厕所下厨房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是这样呢？为什么不是下厕所上厨房呢？因为啊，中国古代就有这个风水这么一说啊，所以呢，在以前厕所都是盖在东边偏北的方向，而厨房呢都是盖在南边偏东的方向。去南边旅行的时候呢，就会说南下，比如说乾隆下江南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去北方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叫北上，就说比如说北上抗日。因此呢，当我们准备要去厕所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去北边，就叫做上厕所。如果我们当我们去准备去厨房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去南边，就叫下厨房。你听懂了吗？听懂点个赞。